29日，刘嘉良遗孀翁静晶与尖沙咀和陈百祥、丁宇等香港演艺协会人员开会，与大女儿走出会场便引来媒体追访。一开始不愿受访的她引起现场一阵混乱追问，不忍见记者难做才得以开口。我好多谢大家，师傅有咁样去支持佢。而家所有电影业嘅工会啊，甚至系武术界咧，大家咧都出好多个力，每个人都好希望参与去帮师傅做啲嘢。咁我哋今次都好希望，或者甚至记者工会都会同我哋一齐，大家联手去做好呢件事。我系唔会将你哋系摒出呢一件事嘅出边嘅，我哋大家一齐做，你哋觉得好唔好？我心情平复咗好多，比较第一日系好咗好多嘅。女友心情咧？我哋大家都平复咗好多，因为我哋接受咗呢件事啦。咁我哋接受咗之后，我哋就要好好地帮师傅做好佢嘅身后事，根据佢嘅意愿去做。咁我希望大家你哋都同我哋一齐做。咁呢件事系我哋大家嘅事，师傅属于香港人，属于我哋大家嘅。而陈百祥在开会后表示，一切计划都是按照柳泰的意愿，将于下月23日在红磡世界殡仪馆设灵，24日出殡，29日在宝莲寺火化，骨灰稍后移送在宝福山安放。稍早传出刘泰买了15个灵位，都是为了呈现出更好的现场布置，挽联则用红泉口诀。他不想有伤感的感觉，他觉得师傅是喜欢熱鬧，同埋佢真係一代宗師會帶到呢樣嘢出嚟咧。呢個係啦，就呢對就係師傅嘅剛柔碧直分定寸，足流運濟定乾坤。呢，個就係佢哋紅門嗰個口訣。所以呢兩個咧，一代宗師就會打橫，呢兩個會打直。至于公祭时间，应会在下午3点到5点，遗照就会选用电影《醉马溜》中打拳照片，费用都由刘泰支付。他也不希望大家送花牌，不如将花牌的钱透过捐款箱或热线，将这些钱成立一个刘嘉良电影基金会，用来帮助后辈的功夫演员及部分用作此次丧礼费用。